OK， 带富富来拍照。有一家项圈厂商对富富的造型很有兴趣。富富准备拍照。富富，等一下好好表现，是不是啊？你的酬劳就是一个项圈。这次项圈厂商找上富富，短毛、帅气，就是你啦，啊？你还表示帅气，好意思？有富富当 model 一定会大卖。不用担心，我爬大腿的。精壮系列。你要干嘛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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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谁？叫什么名字？逮捕你！哦，那个也许就是他的主人。呼呼！哎呦，很好，夫妇很好。食物诱惑继续。尿尿一波，很像富富的老二脸。好了，老二很多哎、欸，拍照。富当完 model， 来宠物餐厅休息一波。富富累不累？拍照累不累？啊？富富今天的酬劳就是项圈店家给他的，哦，对不到焦，给他的富富的一个专属的狗牌。OK， 哦，差点看到电话号码。好。累了，对不到焦。哦，对到了。OK， 现在你只要在搜寻这边搜寻吉西欧就好了啦。然后我们再进去 Pinkoi 这边有他们的贩卖的东西。我们往下滑，会看到一个宠物吊牌这边，点进去之后。往右滑，往右滑，哦，夫妇。